76年受证，76年我就吃素食啦，啊要吃就爱有啊。我若看人煮哈，他如果不说的话哈，我看我就会了。哦，我做香鸡大概有快20年了，自己承担的话哈，就自己要去规划说要统筹要什么菜哈，啊要买多少，啊要几样菜。嗯，前几天你就自己要去想好，要去规划好。好，我今天要叫大补汤。叫大补汤。做香鸡最大的困难就是怕说，比如说你有1000人，到时候增加500人，那时候的准备的菜系一定是不够。不够，如果是中午的话，我们就从晚上的先挪来煮。安尼较紧，互人食会饱安尼，啊，银行的菜接过来，菜市啊补安尼，啊，这样就圆满了。自己来煮这样，我最大的改变呢，就是我的个性，要不然以前我的性情不是这样啊，得理不饶人啊，所以现在人若讲不好听，我会用点点。家人，阮媳妇、阮孙女，还有我们老大，他都吃素。阮的孙女阁是胎里素。家己搁体会着讲吼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啊，今生能够有这个因缘，闻着佛法、上人的法，啊，甘愿做欢喜受，啊，真正就是真甘愿嘛，这条路是家己要行的啊。